妹妹近日越发上进了，怎么看起天书来了？我何尝真会呢？前日身上略觉舒服，在大书架前翻书，看有一套琴谱，甚有雅趣，上头讲的琴理甚通，手法说的也明白。这真是古人静心养性的功夫。我在扬州啊，也听得讲究过，也曾学过。这书上说，诗旷古琴，能来风雷龙凤。孔圣人上学琴于诗乡，一操便知其为文王。高山流水，得遇知音。好妹妹，你才说的实在有趣儿，只是这上头字我一个也不认得，你教教我吧。这个呀，不用教的，一说便知道。我是个糊涂人，得教我那个大字加一勾，中间一个五字的。哦，这个大字九字呢，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，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勾五弦。这个呀，不是一个字，乃是一声，是极容易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吟、柔、绰、柱，还有撞走飞推等法，是讲究手法的。好妹妹，你既明白琴理，我们何不学起来呢？琴者进也，古人治下原以治身，涵养性情，逸其淫荡，去其奢侈。若要抚琴，必择静室高斋，或在层楼的上头，或在临时的里面，或在山巅上，或在水崖上。如果遇着天地清和的时候，风清月朗，焚香静坐，心不外想，气血和平，这样才能与神和灵，与道和妙。所以古人云，知音难遇。若没有知音，那宁可对着那清风明月、苍松怪石、野原老鹤抚弄一番，以寄兴趣，方不负了这琴。二爷今日这样高兴？没有啊，听见妹妹讲的实在是叫人顿开茅塞，所以越听越爱听了。不是这个高兴，说的是二爷到我们这里来的话。我最近一直在上学，所以感觉就疏远了些。姑娘身上才好些，二爷既这么说，坐坐也该让姑娘歇歇了，别净讲究，劳了神。可不是吗？我只顾爱听，也就忘了妹妹劳神了。说这些倒也开心，也没有什么劳神的，只怕我只管说，你只管不懂呢。横竖慢慢的就自然明白了。妹妹来了。哎，给姑娘请安了。太太那边有人送了四盆兰花来，因里面有事没有空玩它，叫给二爷一盆，林姑娘一盆。黛玉看时，却有几只双朵的，心中忽然一动，也不知是喜是悲，便呆呆的呆看。妹妹有了兰花，便可以做倚兰操了。黛玉听了，心里反不舒服，想到草木当春，花鲜叶茂，想我年纪尚小，便想三秋蒲柳，若是果能随愿，或者渐渐的好来，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残春，怎经得风吹雨送。想到那里，不禁又滴下泪来。宝姑娘家来人了。
给姑娘请安了。宝姑娘有封信给您。妹生辰不偶，家运多艰，姊妹伶仃，宣亲衰迈，夜深展册，愁绪何堪？回忆海棠结社，叙数清秋，对菊池敖，同盟欢洽，犹记孤标傲世皆水影，一样花开未抵迟之句，未尝不叹冷洁一方，如吾两人也。感怀触绪，聊赋四章，匪曰无故呻吟，以长歌当哭之意耳。宝姐姐不惧别人，但给予我，也是星星惜星星的意思。怎么又咳起来了？倒是不打紧的，只是天冷了。对了，我前日叫你们把那些小毛衣服晾晾，可曾晾过没有？都晾过了。那你拿一件来，我披披。哎。黛玉伸手拿起打开看时，里头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带，并宝玉通灵玉上的穗子。原来晾衣服时从箱中剪出，紫娟恐怕遗失了，遂夹在这毡包里的。宝玉病时送来的旧手帕，自己题的诗，上面泪痕犹在。这黛玉不看则已，看了时也不说穿哪一件衣服，手里只拿着那两方手帕，呆呆地看那旧诗。看了一回，不觉得簌簌泪下。姑娘还看这些做什么？这都是那几年宝二爷和姑娘一时好了一时恼了闹出来的笑话，要像如今这样私台私敬的，哪里会白糟蹋了这些东西呢？雪夜还在那里站着呢，姑娘披上一件吧。雪夜，你去把我箱中的短琴拿来。去吧。
姑娘，把衣服披上吧。这正是失意人逢失意事，新题痕间旧题痕。